分。好，我们三小福又聚在一起了。今天要去哪？今天又要去元卷山。现在要从27K 开到35K，我们要从35K 先放另外一台车，然后等等再从爬完之后从35K 再开回到27K。所以现在今天这个行程是 A 点进 B 点出。你看，这有美肌。好了，有美肌，好美啊！我跟他说没有美肌不准拍景。对。有人爬山不带包包，现在我们租他一个包包，500块就好了。这包包，这个包包租500块，还想用提袋，用提袋就想爬鸢嘴山，可以吗？这可以吗？太夸张了。不是说你有记什么名字？阿正，对，阿正，阿正。你先给。不是啦，光线在这里，顺光。可是你先给我拍一张啦，刚刚的那样，因为刚刚那个美肌太奇怪了。三页，再一张哦，写胸部不对面。我在录啊，我就是在录啊。胸部没有挤啊。北风三剑客今天又聚在一起，那为什么是北风三剑客？到时候再给你们介绍，因为我们在北风有一定的革命情感。那今天要介绍一个新同学，当然。阿正，我们叫四海游龙，四海游龙，四海为家。那这一次看能不能我们3点之前把烧来山也一起爬完。OK， Go， 出发。因为刚开始爬，大家都还有体力讲话，我们大家就来看谁没办法讲话会很喘。好，可以，好，开始溜。应该是接不到鸢嘴山，所以我们还是过蓬康嘛。过蓬康，对，过蓬康。今天车停得比较远，所以必须要走过这个隧道，才有办法到27K。因为行人大概应该只走一条路可以走。跟各位介绍，其实这边，公车是会到的。你其实如果真的要爬鸢嘴山，坐公车是可以到的。今天要从鸢嘴山爬到 1.5K， 再从 2K 走到烧来。哦，烧来登山口35K， 希望可以达成。我们在偷偷自拍了，都还没到。名字在。对不起呢。这样过了半小时，还在拍。就这样子，我们又下来了，因为还没拍完。这次换了造型。啊，好了，好，等一下，10:15，我们准备要开始爬。为了保护膝盖，好，这叫是专业，对。因为有人说护膝像老人家，所以姐妹。谁？我没有讲，我没有讲错。耶耶耶！我们现在爬了。10分钟而已，十分钟哎，你有这么喘吗？还可以吗？王姐，啊，终于到了我们第一个1K 排放。啊，姐是耐力型的，不是短跑型的。对，所以曾经挑战单弓11个小时，所以应该。加罗湖啊，没问题，不是加明湖。是加罗湖，不是加明湖。只休息40分钟而已。40分钟啊？11个小时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到了烧海山见真章 ，OK？ 刚才自拍啊，舍不得上去啊，又拍。啊，看这里。嗨，太屁啊！动起来，动起来！经过这段岩石区，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第一个的景观台。现在时间11点。
You don't have to stay. Even if you go, I'll be okay. We can take it slow till there's nothing left to say. Even if you go, we'll find a way. Find a way. Yeah, 0.75, 加油！你看那个嘞。欸、可以吗？可以，要抓吗？要抓吗？可以。为了让你们也喘口气啊，姐都是为了你们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找理由。我觉得这边很美。你是不是累了？想休息，不敢承认。没有。是不是？好、啊、你是不是真的、啊？现在阳光洒在你那边，环、绕一下。哎，不能刮，刮了他就不想走，一直拍。哈哈哈哈哈！唔得哦，这样才帅好不好？这样腿会不会太开啊？不会啦，超美的啦。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第一段要攀岩的地方。右边一样是峭壁，所以这里要非常小心。脚踩稳才能走啊！小心啊，慢慢来。我跟你讲，这里都还好，下山比较难啊。下山有心理障碍，我觉得超好玩的，我要去学攀岩。然后这边爬到一个点，这边有个楼梯，这楼梯可以爬上去，然后大家就一直往上爬。走，加油！阿花加油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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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哇，这是网友的福利。啊！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12:26，那我们还没到顶，为什么还没到顶呢？因为上面人太多了，所以我们打算在这边先吃个东西，然后有树的遮蔽物。那听说上面塞车大概一两个小时不会断。各位看姐的秘密武器，看这只棒子那么长，自拍神技，超美的。哎，你后面还白墙，然后云刚飘渺这样子，你看。跟你讲，你今天是仙女，天哪，是仙女。单身，拜托在下面留言，好不好？对，一直往后，对，一直踩那个点，一直往后。对啊，脚再往下踩，对对对。我们终于到顶了。终于啊！你看，你这样可以帮我拍一张。对，我们来挑战云嘴山的王位。哇哇哇哇！小心小心小心！哎，我现在在王位，我看到。你看，我这没有踩点，等一下很恐怖哎。你现在磨到了吗？磨到没有？他收起来，不会磨到。你们有录起来？有啊，有在录啊。快点，你网不掉了。不行啊！哎，500块，500块。这收费吗？好，我们今天来爬岳顶山，成功。不用他切了，看你们的照片。
好美哦，怎么办？想想想。刚刚那边没看到脚，在这边拍。哦，你刚才。你要现在准备桃源水。今天终于圆梦了。这个点要塞车。左脚放这边。对，好 ，OK。然后往下抓钉子，用踩稳。对 ，OK， 很好。阿正怎么了？抽筋了。对，然后又踢一下，踢一下。钉子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有在这里，波涛汹涌。哇，没看过是不是？白墙，白墙。前面真的大白墙，你知道美景来了就疯了。对，真的。啊，不然也不会买单眼相机啊，哎。啊，也不会聚在一起的，很起笑哎，台风天在拍照。下雨啦！狂风下雨，逆水折发。下雨。哦，小心，小心，这段我录到。好辛苦、哦！哇 ！Oh my god！ 大云海正，其实看到鸢嘴山大云海，赞！我觉得我最近是雨神啊，每次下雨都爬山都下雨。我终于安全从鸢嘴山下来了。我是阿华，现在很狼狈的下山了，真的很辛苦。可以挑战看看，下次等晴天好再来挑战。好感动，好感谢，好感激，冒着雨往好像黑森林般的，一直往出口迈进。不过北风三剑客完成了，超开心，超开心，超开心。刚刚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姐戴着墨镜走，真的眼睛爱迷摸，觉得好恐怖，好黑哦。结果拔掉眼镜之后，好亮哦。这已经爬到孔腔了。真的呀？我重长机。对。只有1.7K， 所以我们决定继续爬。继续爬。OK， 我们决定完成这个使命。那我们就稍微要加速一下了。9K 是指下，你从这边下去的话是29K， 到了山，1.1K， 剩1.1K 了。我遇到了一个大神木。快点，我们现在讨论结果是什么？要继续走吗？嗯，就是我决定。你要继续走吗？我不想要，不想要走到车子的。等一下，请麻烦请人家载我吗？拜托。我们现在反头了，然后我们决定先直接切回27。29K 的下切点，灰心吗？不会，下次再来好不好？好，一定要。饭永远都在，对不对？对。姐不喜欢半途而废。哎，阿怎么少一个人？他说他住这边，他住。已经五点。好，那阿正拜拜喽，拜拜。亮亮亮！你是第一次爬山碰到下雨吗？亮亮亮！你走你的，那边六六六，快点走。走。等一下，我把这段录完。哦，秘境。出口的秘境。哦，我天啊！要攀岩了，攀岩。哦，终于看到马路了。真的好开心。哎，没有很多车。啊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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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在那边等我吗？为什么我们在北峰发生的事情？那天在北峰三剑客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三个一起上去爬合欢山。他失温了，真的，他高山症，他在上面上吐下泻，我们两个慌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晚上7点开始爬，晚上7点哦，爬到10点都回下山吧，差不多。沿路他是边哭边爬，边哭边爬，然后我们帮他背包包、背相机、背脚架，他在死命，我就是要拍，我就要拍，然后都吐了，都晕了，还要拍。那次真的吓死我们两个，我那时候在想说，哎呀，话。那他这要叫救难队，妈，我们两个都没办法背他下山，真的不怕他。我到时候给各位看我们那天拍出来的照片。是